五粉来了，这个是颗粒状的藕粉啊。这个现在有活动啊，你一次性拍三罐的话，它是给你们送那个三包豆浆粉啊。拍一罐它也是赠杯和勺的啊。这个不用加冷水稀释啊，你们直接冲就行，直接加入开水就行。 而且它这里面的坚果啊特别多，40%的坚果啊，先冲稠一些，再加一点，直接倒入滚烫的开水就可以啊，撒椒。 一罐是500克啊，我这个是一份一罐的量啊。藕粉先冲的特别黏糊啊，我加了一点汤圆。这个藕粉的话还可以代餐的啊。